好啦，而家大家嚟学呢个拼音法啦。首先我介绍呢，就系子音啦，系 consonant。咁佢个发音法呢，就系有呢组字 B P M F D T N L G K H Z Z H C C H S S H R J Q X Y W。咁我哋先讲第一行先啦。咁佢發音咧，呢個係一個 ball， 即係好似講國語講個波字咁 ，ball、pour、more、for、ball、pour、more、for、的。t n l g k h， 再嚟一次 d t n l g k h。 好啦，而家再讀多一次，由頭讀到尾咧。Ball, pour, more, for, de, te, ne, le, ge, ke, he。嗱，而家大家知道咧，嗱呢個咧，呢啲係弱磨咁嘅發音咧，就係國語嘅 de, te, ne, le, ge, ke, he。咁嘅音，咁系呢个第一行嘅组合啦。咁到第二行呢，亦都见到有个呢只系 ZZH。我要讲一讲呢个括弧咧，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佢嗰个子音发音嚟讲咧，佢有时咧就用拼咧就用 Z， 有时用 ZH。咁佢嗰个。嗰、那個唔同法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啲比較長啲音，有啲比較短啲音嘅。咁但係以廣東人嚟講咧，差唔多好難分啊。不過而家有個趨勢咧，就係而家佢開始啊喺嗰個簡體拼音裏頭咧，你可以喺電腦裏頭整個 setting 咧，凡係你打 Z 同埋打 ZH 咧，佢都係同埋一組嘅。不過為了方便，我而家初學起見咧，我就冇分出嚟，我仍然咧仲要打 Z 或者 ZH 正出到嗰個字。咁如是咧就 C 同埋 CH、S 同埋 SH 亦都如是。而家我哋開始發音啦，呢、這個 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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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 z。吃诗诗，要再来一次，字诗诗诗诗诗。日鸡七C E W R G Q C E W。 好啦，而家再由頭讀到尾。吃吃吃吃吃诗日鸡七西一窝。咁头先嗰组同埋呢一组咧，就全部咧系所有而家喺呢个拼音里头咧嗰个子音啦。咁啊，主要咧系认识晒呢一扎字咧，你就已经全部。即係包括曬所有嘅
子音啦。喺呢個漢語拼音嚟講 ，b p m f d t n l g k h z z c c s sh r g c c e w， 咁啊完啦。